好了好了，开台了开台了，开了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看那么大声哦。等一下哦，2%，确认，Hello，抱歉久等了，确认。好用哎，捏脚捏脚，看一下那时候是什么按住这个吗？哎，蛋塔好久不见，我跑去哪啦？我们赶快，剧情都不会看了，好不好？要看剧情的，看其他呆主主播的，赶快赶快冲！我们要跟上姐姐的脚步。你阿妈骨折最近都忙哦，辛苦了。我说之前有跟那个谁，之前玩宝可梦的提到啊，哎，你不觉得蛋塔也很久没出现了？月影安安，他最近打开都看不到你在直播。最近打开，那你应该是刚好都跟我错开、欸啊，还是你都半夜在开？半夜我最近比较少开啦，因为前阵子作息蛮正常的。今天开始应该作息又乱了啦，为了玩这个，略过，是，不看了不看了，追上姐姐的进度，怎么玩怎么玩，阿姨冲刺，阿姨，阿姨。哎，我是蘑菇头才冲欸。嗯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！玩完过霍格华兹之后，这个类比调的有点坏呢。你该睡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拿出武器，向下狙和单手毒刺。要看图有点卡，没有。拿起武器。设定。画面，中中中中中啊，都中啊，动态模糊，用，好用，他刚刚说什么？啊，一加叉。我是应该试窗后啊，
好了，捏脸捏脸不捏个10分钟以上，过意不去欸。抚摸，摸摸。采集竟然是 L 键，有病吧？因为那时候就是珠子其实差不多了，然后晚上其实也没什么人看，就想说，不然就是，都开下午，下午晚上，半夜就比较少了。楽しい。かような場所を訪れるものがあるとは。哎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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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那个女孩在等我。その会それ、やはり、然后就没开珠子了，没事啦。为了找到答案啊。昨天 AP 更新了，就疯狂在 A 了。哦 ，iPad 哦。哦，好啊 ，A 的不错。小燕安安，啊，我家发型好香啊！头发，发型。好嘞，哦吼！等一下哦。
欢。我的哦吼吼！夏尔。你看，大家很想你吧？哦，大小眼这个意思，红瞳，瞳孔，眉毛，眉毛看不见，好。但有点可怕，什么？对啊，以后多多出现啊，不然。对吧？你也想我们，哎，最近月雪很开心哎，跑去玩那个，
我被他们被我抓去玩那个光遇，然后在里面过得很开心。编辑这东西，锐利度，呜呼！那这样吧，魔法啊！终于法色来了，法色来了，主要颜色。感谢小燕的六个月会员，谢谢。怎么那么好？光龙眼线，都跟不上太精湛。哎、欸、啊，如果有要那些错过的，可以跟我们说啊，帮你用。可以生一只给你哦、喔。可以捏一个尤里耶，你先给我穿这个。
没什么好捏的。備えておくか。干，怎么是男生？無念。備えておくか。これでもくれ。こいつを使う。備えておくか。よし。なお。無念。これでもくれ。構築完了。こいつを使う。哎，跟姐姐一样。好了，捏好了。晚上好，然后要挂睡了。欧弟晚安。凌晨。这个搭配怎么计时看？怎样？我即视感。お主には行く当てがある。妖精耳朵。なければわしが一つ締め、われる。それ。臭子村。好的，走走走走。我只是看安妮玩一下啦，就是都没有看。不会操作啊。わかるじゃろ。那没有，白痴哦。那没有就大波浪了。我知道你是我哥哥的大哥。二。分手气をつけてゆく。根本来不及学啊！跳跃 L 加圈闪躲啊！我是翻滚吧？R 万加叉。不兔，北西哦，哪里？这里。不是他很多操作跟我魔物猎人完全反过来，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捡东西，但是按 L 二，啊这边是巨金渣，一定得取。槟榔龙，好、啊。打一加，
打准一点啊，打我，快点！冲刺蹲下，哎，阿尼他不让我死，哎，哦，原来时间到就会死。大家晚安 ，Good night。好，略过。啊吧吧吧吧。哎，往哪儿走啊？看剧情，看剧情。记。怎么那么多剧情？哦，好黑哦！看一下哦，点东西，嗯，然后按下，方向键，方向键还要按这个喝水，很不直觉。按住下 L 爬上墙，然后拿一压圈，给楼加正方形。好了，你也可以使用技巧。嗯，可以。多刀，多刀，暗迷吗？对啊，他就是亮很亮，暗很暗啊，这没办法。哎，两小时前就该上线捏脸的，结果搞成这样，哎呀！我在努力了啦，喊的动作很帅，对啊，其实他打击感听起来很好听，哇，你都打完了啊，我的花束呢还没打欸，啊，你都ごめんなさい了。
欸，不是我的 loading 哦，真的是很久呢。可以查看位置，草丛，给了一下攻击巧。啊！是啊。哎，安妮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L1加上。召唤罗麦洛刀。欸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加上，然后嘞，不够强大啊！我要怎么办？先拿水。开封龙脉路，感谢蛋饼的不得了，蛋塔的三个月，谢谢。哦，你可以从周围就变成连线游玩，欸，可以连线了，安妮，你要陪我打吗？还是你要等我到猪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喝水？等一下，他有叫我喝水吗？哎呦，一加正方形放多少？然后嘞，啊，好笨，好笨，好笨！我连喝水都不会喝，怎么喝？岸上哦，白痴。
欸，等一下，安妮知道我可以连线了吗？安妮，你知道吗？安妮，小香菇。是食物。这是新出的游戏，对。痛呢、欸！他没叫我这一招、哦，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有 R 二加正方形。哎、欸，没断我哎、欸，可恶！你要不要一起打了啊？要！按 L 二终结。你现在玩声有延迟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以为你听得到我的声音。吓我一跳！等一下，我刚刚就一直喊安妮，我可以连线了。安妮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安妮，我在乱发你东西。等一下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不小心按到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在打哪边啊？花束刚打完。哦，哎，那来打那个什么琥珀。哎，他们说我比他快，一定要你建房间，我建哦，
对，你开房的。好诶、欸，肯定是我开的吧？怎么好意思让女生开嘞？哎、欸，他按得很不直觉，对吧？他会就是不是很灵敏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你的方向竟又要加喝水很累诶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？等一下、哦，怎么才能找到你的房间啊？他有没有那个啊？输入密码的地方？有，但是我要从这么多人里面找你。与之同行，这样哦，我过去。我不知道你没办法。啊，你那个猪打完了吗？我刚看你刚打完琥珀。对，我没有打猪。制定是什么东西？一起落找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哪里？用 ID 找，用 ID 找。好，落火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可以点搜索吗？还是云暖？那就让你把标签用满，队伍标签，给我看看哦。建立房间，队伍标签，也太难了吧？队伍标签，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对，就是你懂吗？嗯，我看你用什么，你弄标签嘛。好，花束，花束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要打那个琥珀组了？啊，不是队伍标签而已啊。哦哦哦，这样子哦。对啊。语言相同。不是呀、啊，六个花束哈。哎，密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还没开，等一下。电力啊，好了，1106。六个花束，1106。这也太难。对啊，应该可以加好友啦，然后哦，找到你了！天哪，真的可以！有吼有吼有吼！哎、欸，这请让我跟姐姐玩就好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你们了。设定标签花束欢迎新手，没有，全都是花。取消。然后怎么换武器啊？啊，箱子这个吗？啊，这是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有内件麦啊？等一下，哎呦妈耶！哎呀，双倍姐姐的声音！哇，等一下，好，我闭麦了，天哪，可怕！等一下，啊，我怎么闭？我不知道你要怎么闭。聊天，音讯，不能用好友，对。语音狩猎，引用其他玩家语音。你用啊，听不到你声音哎。好了，没有声音了，难听的声音不见了。R2 选择落烧，哎、欸，他怎么用？哦，然后 R2，我看看你的脸。我捏精灵耳朵、哦。哇！你觉醒，看到。怎样？好看吗？还不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要不是时间再多一点，我就可以捏更好看。召唤龙脉。L 一召唤龙脉。啊、哦，他让我用那个。等一下，哦、我现在佩戴好装备，召唤野战锻造台。你啦，这是你的。是我啦，是我正在弄啦。你等一下啦。哎、好了，现在可以换装备了吗？对。怎么换这边吗？对。哎，我来撑伞，看好哦。哎，你会强迫我进你的剧情了。哇！哎，我可以哇！你是看你还是看我？看你呀、啊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还不错、啊。是不是？怎么强迫别人看你的剧情啊？哎、欸，好了，进行锻造，更换装备，我等下进去练武器了。哎、欸，你要换伞了吗？
这是要做出来是不是？新增哦，反刃是，然后还是我们来用弓箭雷一下。你用好啊，你用啊，反正你用了你才会叫啊。嗯嗯，好了，暗度看详情。荧惑旁承接任务，重复任务，并且整理环境。啊，他可以把那些东西调位置吗？我不知道。荧惑旁侧，我要去承接任务。取暖，决定下一个目标啊！好好好，好了，我们要再打一次琥珀组了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没有。他好难打啊！走走走走走！原来有这可以打哦。对。他有办法瞄准魔物吗？啊，他们说是蘑菇头按下去。可是我蘑菇头按下去是。瞄准我正前方的位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刚刚也是不成功不知道啊。就是你看我面向这边，可是我蘑菇按下去就是背对魔物了。哦，对啊，还是要在地图上先点它。可是没有小地图这东西啊。哎，不知道，走吧。走吧，啾啾啾，啾啾啾。为什么你的名字旁边有一个狗狗？嗯，我也是合作伙伴，那我队长吧，还是捏的角色比较好看。嗯，你的琥珀组在哪里？你有接到任务了吗？琥珀组，等一下，什么叫做采花大鼠？那又是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你现在左上角是什么任务啊？采花大鼠。采花大鼠，我要再打一次花束了吧？我是接错了，不应该。取消准备就绪，取消。好，我回去。花采大鼠是谁啊？是花束吗？他叫我准备就绪呢。哎，我是暗示还是？要再打一次吗？哦，我看我知道你那个打勾勾就是你没有准备好啊！你按下暂停。那个暂停键按着。可是为什么我们是要打老鼠？是因为你房间设定打老鼠？不是吧？啊，这边就要接嘛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么奇怪吗？看我，看。我好想拉翔虫，看一下哦。取暖。决定下一个狩猎目标。对啊，那就是只有花彩大鼠。选择目标，立刻出发。对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嗯，是因为房间选了这个就只能打这个吗？嗯，那打完看看。这么奇怪？不可能啊。这都可以跨平台。看一下稳不稳。任务期间不会推进主线剧情。任务期间要看他有提示你吗？他只有叫我求助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找一下他在哪里？这边啊。你要放那个吗？你看得到哦。看到了，白起，耶！有了，任务期间不会推进主线剧情，不过你可以在音乐房间放弃任务。所以应该是说我们这个打过的意思吧？你要不要叫啊？哎呀！
谢谢。怎么跑那么远？哎，我红闪了！哎呀，靠哭！按错一直扣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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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不到我。不行欸，他不能描摹我，好烦我。哎呀！跑了跑了跑了！欸，很顺利欸。我好像会玩这把武器耶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，你要摸吗？我摸啊，你过来让我摸。哦、然后嘞，按扩大。然后要按，对对对。哦。什么叫安妮？你还是玩弓吧，好很多。哎、欸，我弓没有打过，我只是昨天有去训练场看一下他的招式。我为什么没有锁定到这只猫？对啊，怎么锁定啊？不动，怎么锁定？他好像跑去打了，不理我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他，我就按暂停出来。哎、欸，他们打架了。哎呦，是你。这个剑鱼我还不是很会用，哎，为什么有时候不能锁定到它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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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回来哦！我来了，老鼠过来！哎，可恶啦！他说：“你找我吗？”流星坠啊！对，哎，我不能马上锁他视角，真的很难过哎。啊！铁刀！跑了，
欸，怎么是走这里？啊，不应该是要青花出现吗？应该是卡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卡了？不是吧？他不是瞄准吗？是吗？哦。哎呀！天哪！哎呦！啊！啊！腿软，哈，我腿软。哦。哇、欸！结束了吗？给你。哇，弓箭的最后一集是跪下哎！哇哇，好美哦！天哪！哇，你好残忍哦！天哪！哎、欸，我应该在你旁边的，可恶！起来，期待已久的、花彩大叔，期待已久的什么？撑伞，等一下啊，瞧一下位置。他要我23秒之后离开耶，怎么这样？天哪，我们两个穿的，我们两个穿的好好壮哦、喔。啊，离开任务而已。嗯啊，所以你说离开队伍，天啊，太会了。对，我以为是离开队伍。为什么射这么多弓啊？我真的比较适合弓，有吗？可是我不太记得那个箭雨要怎么用出来了。我刚才在用强化跟那个什么，跟夏目交谈，是你吧？还是我？我吗？还是我？我不知道、啊。现在准备好跟夏目交谈。嗯？啊！他现在叫我随时可以出发。哦，我怎么那么好看？啊，强化两。哎，是我现在干嘛？先强化装备，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琥珀组开始了吗？哦，左边搜寻琥珀组，走走走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刚刚的老鼠他没有算你哦、喔，奇怪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只是狩猎任务，不是任务、欸，哎，就是你今天想打什么就打什么，应该这个意思。走吧。999。999。拿下，我要骑。嗯。米勒顿。米勒顿。而且弓箭都不太用搭那个台子耶，还是因为是多人的原因？要需要搭。你搭下去往下射就不用蓄力了。哦，你是说？你不是要用一箭蓄力把它打爆吗？这个哦、对，你直接搭台子，然后跳上去往下射就可以直接射了。要跳起来射。还要跳？对，这样子射。哇，好帅！哇！哎、欸，我都比你懂哎、欸。我就说，我只是摸了一下他的技能而已，我没有出去打任何小怪。我没有摸过啊。哎，给你摸一下啊！来过来，他在哪里？來我们要不要找一下他？还是直接？我看一下，没有哎、欸，看不到哎、欸。他说这里有一只蜜乐顿，栖息在那个河边啊、欸。还是要开那个洛烧找一下他？对，怎么按？加 L 二。哎，有了，没有啊。你还不会搭吗？要怎么搭？我搭。
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带来的 ？L 一，这个，加什么？放，哎、欸，怎么按 L 一加？这个。哦，然后嘞？然后可以找他。嗯、你看。哦。左边那只、哦，我也不知道你要按什么哎、欸。L 二按住，寻找哦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吧。999。伞好用吗？伞好用吗？繁星。好玩。我刚隔挡，我刚瞬间直接红伞了、啊。也是要隔挡成功，是不是？对。这是那只猪吗？我们不要打这只猪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是猪？没有没有，他路过他。哦。他在下面。红色那一只。我小松鼠，所以要怎么锁定啊？好烦哦！我也觉得好烦哦。我这是有在跑还是没在跑？我好像没有感觉啊。我按住R1 对、啊，可以跑。跑的没有。没有神火村的孙子们，还啊，是不是会摔伤？那你不要你怎么？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你上面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哦，这样子懂了。哎呀！啊！敲什么？哦，他拍手是不是？对。哎呀，没中。蝗虫瘦身，啊，不是这一招，笨蛋！呀，不要叫！不要叫！别怕，插着我的剑跑掉，可恶！哎、欸，这边又可以摸哎、欸，要摸吗？啊，这个我们可以不摸，走啊！等等，放大直接剑鱼哈。材料不足，逃得这么快，花坛小结晶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是老鼠的东西。我觉得是什么？不是树旁边长的东西啊？没事没事，早晚会解开的。有，等你攻略了。我用 PC 玩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帕丁不睡吗？不睡不睡。不睡了。月亮不睡，你不睡。地上的，他们说是地上捡东西。OK。错了，笨蛋！等一下，哦，捡到负伤，哎呀，来了，我来了，哎呀，啊！啊！白痴没有换，
嗯，看到血条很恐怖哎、欸！不要！可恶！贪刀啊，还敢贪呐、啊、你？又想跑，打不起耶他。对，看我闪到红的，真的气到红，红通通，气气气，走了。哪儿？你是和完工？不是我工，说实话没有打得很好。你们是被我刚刚的太刀打到。哎，他在哪里？你们是看不下去我的工，我的太刀了是吗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吗？捡蘑菇。跟你的太刀是真的不行啊，吵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这样？哇，我要练一下这个，好酷哦！天哪。呜呜呜。哎呀，按错了！啊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不能注视他，真的很伤、啊。他去哪里了？裡他在树后面。哎、欸，过分了，怎么在那里？哎、欸，过分呢、欸，怎么在那里？哇，天哪，二连击！这树好挡画面啊！对啊，我刚刚射不到他，可恶。哦，断线！团结解散哦！第一次断线，好耶！啊，哎、欸，他这样我真的会跑回去买新的，试试看啊，第一天试试看。看起来跨平台连线有点，我白打是吗？我要生气了。龙雀开脱是什么？我现在剧情跑去哪里了？啊，树荫里。哎、欸，一猫。寻找咆哮的生物啊，是自己的进度。那、啊、我还可以再进来吗？不行，不能中途加入，是不是？可以吧？可以吗？没关系啊，今天刚好试试看，如果。我送你啦！真的不行的话，你不要卡片用好了，你就可以乱买了。啊，终于可以买游戏送朋友了。好像不行，可能中途有猛汉跳进来，我是完全白打，可恶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找不到他？你说找不到我，还是找不到？找不到房间。是我从还是我要改成琥珀？不！啊，他怎么是这样找房间的、啊？太讨厌了吧！嗯，怎么清空能无设定？哎、欸，这样会早死吧，琥珀族。对他现在好像不是花束了，这房间名称都是那个啊。房间。
变成走剧情所以不行了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这样呢。而且我一直看到是同样几个人的。啊！气。那怎么办？打打他算素材还是我离开？对啊，反不不不，你打完你打完，因为本来我那个也打了嘛。嗯，算打，算是我打素材。对。没几个附上。我好像现在带了两只哎，好像。标签还是一样，对我收不到他了，所以是不是他房间不给进？还是要语言相同。嗯，不是相同的语言。没有，没有。负伤只有单。哎，我来练一下。他会吃人哦。对。练弓箭手了吗？哎，把脚破了。想练散的。哇哇哇哇哇他盖三个平台试试看哈。然后我要先打他对不对？太帅了吧！等一下，可是他一定要接这个吗？我觉得那个剑雨有点，不喜欢这样平射哎。为什么没有拿剑出来？这是什么？对，改变弓的形态，跳回去。全图刺 L 加分。哪儿？我怎么知道我是强化了一次还是两次？是红色的吗？两次？哦，一次没有那么亮。懂了，懂了。剑雨很难控制，对啊，哎，他怎么被吃掉了？可恶！我
比较喜欢强化一次的，强化了两次的，不喜欢剑雨。都是你的错，对，是白先生，不是你。强化一次好了，我也觉得。要睡了，晚安，晚安。站位太近了，我也觉得。这个东西好像不能锁定，可是刚刚画兽我也锁定不到哎、欸，为什么嘞？想要尝试剑雨，就把准星拉到最远。准星怎么做？先睡了，晚安，晚安。破绽大的时候才用剑雨，对，我也觉得。到低的时候啊。对。他可以几毛啊？三毛。真的哦。嗯，我是弓箭手，我是半藏。你玩那个模式吗？你做什么模式？丘比特啊。哦，你说那个网页版的那个恋爱游戏哦？哎，不是哎，它就是活动模式啊。半藏有分裂剑士。哦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以为你说那个网页版的，哎，情人节活动，它可以拿。三个人的情人节头像，可是我就还好，没有去玩。哦，先睡了，明天要回医院复诊。晚安，晚安，好好休息。练习盖墙，我好像还不能盖墙哎、欸，我还没到猪猪。对，你看他还不给我盖。我盖出来六个，他也没有。嘿嘿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盖了吗？我还没有解锁吧？你看，他没有继续要盖的意思。他怎么拆他？嗯。腾空，哈哈，好，完了，这两个是不是有人在那边？哈哈，嗯，安妮是 EA 断线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，今天试试看啦，我实在不行我就改，马上换 Steam， 不然没有办法联系。玩大炮又长又硬，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锁其他的武器啊？我现在还都是问号。给你看哦，哎，不是取暖，不要取暖。这个，哎，挡了哎。剑雨开启的时候，将剑雨往前，一直往前移。一直往前，那你要看魔物的位置吧。Chapter 2就能解锁了，好耶！
蓝先生打得怎么样？他变弱了，哎，你快结束了耶！哎，他是不是就是剧情啊？你看他一定要到这边啊，因为他不是被他困在那边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那行，我才好不容易抓好他的动作了，哎。最后一集，我要看闪的最后一集。很无聊。哇。很无聊。还不错啊，我觉得他最后一集的动作都很中二。那你再开一次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好的。不是驱射吗？对，就是驱射，哎，攻我魔物的驱射。你能打破琥珀放我出来，我不要。他怎么会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？哎，不对，应该给阿尼接的啊，因为反正我们两个剧情是一样的。返回营地。琥珀の死程度にとらわれるとは、俺も弱くなったわ。二人ともよく無事で。宇治重さん、無事でよかったです。小心东西会没解锁。小心东西会没解锁。什么东西？全くだ。坂台の。什么东西会没有解锁的？たまたま凄腕の獅子狩りが流れてきて、お前の。你刚刚刚打。そうでなければ今頃、俺は大きな琥珀になっておったぞ。間抜けな格好でな。但是他没有啊、哦，所以是看谁接任务吗？所以你接任务，你解锁巨锤，但是望月没解锁到吗？そういう。そのことなのですが。你开房间了吗？还没，我被两个 NPC 被剧情绑架了。进剧情会教你怎么放，还是你开？我连你。好。好。山川锤。太奇怪了，天哪！哎，可以好友限定是什么？搜索目标？你的 PS 好友吧？啊，对啊。去。有人？一样吗？嗯，六个山川锤。哎，为什么我连线是？你无法连线是 ES 武器信息站？哎，好，还是我刚刚断线？哎，我昨天也有看到过这种。啊，我要怎么？你要怎么在游戏重开？储存？游戏储存？偷跑进去？玩哪一个？你来帮忙打猪吗？哎，应该回到标题画面，他也会问你要不要存吧？存一次。啊。为什么安妮用仓颉？没有，有人问我的输入法为什么是仓颉？那、啊、人家就用仓颉。可我仓颉打很慢。哎、欸，会吗？你打蛮快的啊。嗯。啊，像我打一打打出精灵雨。
版本更新说明，改善连线游玩的稳定性，修正其他数据错误。哎、欸，刚刚有更新哦。是哦。他刚刚我出去的时候跳出修正两样。哎、欸，可以吗？确认平台客户端已连线且线上功能已开启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无法连指平台客户端线上功能 Steam 吗？我看看哦，马上看。阿浪同学，你很吵哎、欸，阿浪同学。嗨。嗯啊，要不这个吧？是我 EA 那个？嗯，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他不是。嗯？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不懂。我可能要分享。画面给你哦，好。就是画面，这个，他是说这个吗？这个要上线吗？看看哦。哎呀，好小。这是什么？是 EA 的、哦。对啊。你上线看看咯，可是他为什么会突然掉线呢、啊？所以我现在是哪个是上线？你现在 in game， 你应该是上线了才对啊。嗯，有蓝色的应该就是上线的。哎、欸，我重开游戏是不是？退出游戏？我要从这边开游戏啊。哦、还要这样子开哦，它不是 Steam 直接开吗？你看，哦，还是你重开游戏试试看。你看，关掉就不见了。开游戏，这款玩起来好玩吗？还在摸，但那蛮好玩的。跟朋友玩很好玩，跟你玩更好玩。总是我死。然后你看啊，它就会出现小框框。谁打我？阿浪刚刚打我。为什么你的弓箭长不一样？升级，都升级。好了，然后我要开游戏。这箭鱼很吵哎、欸。我可以看你的装备吗？不行哦。不能瞄准。刚玩上玩的跟白痴一样，哎，那不像魔物可以天降龙剑往下。你是说一直锁定？不是，也不是一直锁定，就是。要找他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我可以的，本来刚才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，本来我是可以的，嗯，就哪里设定怪怪的，这不这个啊？你说长压跟按一下那个东西？嗯，不要，我要换回这个。我把它拆掉，我把谁拆掉？你要把我的那个拆掉是不是？你拆不到我的是不是？哈哈，还想拆我的？这是自己只能拆自己的吗？不能拆其他人的？哇，这样有点麻
麻烦呢、欸。它开盖得很丑，还怎样的？对他那个标题 loading 超级久，再加上我的电脑会更久。哎呀，赞哦！哎，我在已死状态的时候强化它有什么用啊？也是强化两次。那个垫步有够远的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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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电不动了，嘿，网路哎有了，嘿，连线游玩更大更痛。你是用什么一样花束吗？不是，六个三穿锤。好。哎，他这个开好友的机制是一定要改的吧？但是太奇怪啦。这回避距离 max 吗？这不对，你看。像兔子一样哎、欸，你怎样？兔子来了、哦！哎呀，还可以前后，你看，爽哎、欸！小兔兔来了！嗨，对面的。嗨，私も力を尽くします。怎样？然后我要干嘛？我要去解剧情，是不是？这只吗？哦。对啊，他不是有一开始有送我们衣服？你是说豪华版的衣服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在哪里啊？还是我们一定要进城啊？感觉我们还在野外。あの根の張った崖。我是觉得啦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做个装备啊？等一下哦。要盖强化台才能换哦。哦。为什么这个 NPC 在跟着我？变态哦！不要跟着我。你还好吗？嗯，我很好啊。你在做装备啊？对啊，不然我一个人在前面被打、欸。您的剧情与房主一致，因此将继续堆上剧情。哦，睡啦！房主我来了，快点跟上房主的脚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肯定的肯定的，房主名我来了。呵呵，我被呵呵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那个时候叫我们不要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对我们做什么，叫我们不要动，可怕哦！不要动，他把他骑过来吗？你要操龙了吗？啊，因为他在上面，那我一定要去触发剧情的吧。谢谢。では早速使ってみましょう。さあ、さあ。さあ。我回去哪里？去繁星那里。啊？我这里？你说这个这么大的平原呢、哦？我来了，该动身了。哇！哦，你是直接拉绳子上去啊？哎、欸，聪明！哦，这个还可以往上走哦。可以，这是你拿才能用的吧？我不知道怎么用。因
应该可以，应该等他用完吧。格挡冲刺，来来来，你试试看。太好了，可以了吗？你试试看啊，我认。哦，可以 ，R1+X，R1+X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，安妮的味道。哇！来啊，洗发精跟我用同一个哦。哇！请排队门票。哎，这真好玩呢，有一个人建就好了耶。对啊。然后转圈圈，我都好怕哦。好像是剧情吧。哎、欸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换看你的了。嘴唇好红哦。嘿嘿，周周，方便吧？超方便哎、欸、！PS 版。但是如果他在连线不稳定，我就换。我买给你、哦。趁早换。他很可惜，他不能跨平台存档，所以就要趁要早要换要早。嗯，没错。而且他早点换过来，可以享受什么 mod？ 哎、欸，我才发现我的角色的刘海被那个盔甲给挡住啊！小燕晚安。哎、欸，我的九九九，不好意思、欸，我的刘海呢？等一下，我有一次哦。参与者不能，好吧？发现我想跳过去。我的刘海不见了。好好笑。ありがとうよ。ありがとう。九九九。那个飞索在。我让我射他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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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可以挖东西。一点。你说 R1 加 X？ 对。冲啊！有没有加速键？公主跳会不会死啊？哎、欸，可以一起哦、喔！可以啊，我还以为一定要一个一个人。所以我刚才说安妮的味道啊。像那种游乐设施一样，不需要就是没有承重的吗？打四角哎、欸！我看到他，我本来想回去再看一次魔法公主。看什么？魔法公主。宫崎骏的、啊，都是有乙巳族啊，还是猪？哭啊！哇！这才是地战演说王。等一下，那个枪！等一下，有只蜥蜴在乱啊！呀，这蜥蜴正在乱我！哇哦！我死了。好吧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救我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啊，我是按撤退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可以救你。河龙是在救我。
哇哇哇哇哇，他跌倒。耳龙救我了。啊、你要活着吗？耳龙救到我了，这可以救人呢，好棒哦。这么好。哎，真的一直有小怪在咬我。对，我刚刚就很不爽，我刚才想解决他，结果。啊，那是小蜥蜴，你够了！天哪！哇，他压人的时候，啊，小蜥蜴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妈，那是蜥蜴，我也忍他很久了。他没了，小蜥蜴没了。他又跌倒了耶！可是我的剑雨只打一耶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你就在急，然后你再用那个乙剑射爆他，或是在那个机关上面打。哦。对，你是你那个要这样玩，你就是想象你是放地雷，然后再一次爆他。所以剑雨其实也是假死，对吗？嗯。他只算假死。好，懂了。我说怎么这么不痛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有一个火？那个你可以让你的武器变火属性。哎、欸，要讲的 ，hello， 我都知道哎、欸。哇哇，只要路过就可以哎！天哪，哇，好酷哦！可是他走了。那耳龙是用属剑吧？对，他是属剑。喂，喷，把手。什么蜥蜴加油？什么蜥蜴加油？那个蜥蜴已经刚搞死我了、欸。那蜥蜴很讨厌。为什么你跑那么快啊？他好像，你说我吗？不然你啊、我按住了 R1 跑步。我也有啊。兔兔快跑！兔兔，这里很危险啊，兔兔。哇，画面好陡。我听到蜥蜴的声音了，天哪！啊，去你的吧，真的是！安妮，小心蜥蜴，那是假的。臭蜥蜴，臭蜥蜴，臭蜥蜴，臭蜥蜴。我觉得你还是拿远程的好了啦，那么近距离看那只猪的鼻孔，你应该也是会吓到。你有看到它有很多只眼睛？有啊，就是有啊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拿远程好了。瞪他，快点！剑鱼啊！个屁嘞！我可以抓他，可以上他了耶？怎么上？哇，现在好陡哦！
我又打完了。哇哇哇哇！怎么救人呢、啊？我也想学。你要靠近我吧。刚刚鹅龙是靠近我。他变了，他变了！等一下。你不要哦。哦哦哦！这什么东西？王扣很快，等一下哦。哦，他开枪。鹅龙不要。好，我死了。好一个哦，这个意思哦。他刚好进那个，他刚好让我们进那个盖墙的教学，没有办法，可恶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刚用神打完五破，哎，好玩哦。哎、欸，他跛脚了耶！好啊，我受伤的世界。核弹，连，受不到了。集满气射伤还差很多，怎么看集气？哇，两只怪在一起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跟强化一样啊！光最亮的时候啊！你是说 R2？ 懂了，懂了。我是没有蓄力满，他就我应该要从跳台下来蓄力的，还是有点手忙脚乱的。我第一次玩拿弓出来。先将它盖好好了，它是要死在这里了吗？这是它的归宿吗？哇哇哇哇哇，这么凶！哇！哇哇哇！修的吗？为什么靠你们 ID？ 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啊啊、撤退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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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他撤，我要按吗？撤退！刚刚没有没有，你撤退的话就是你会直接复活，所以你等我们救你或者是啊好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有吹那个图案哦？啊，你复活你复活你复活了！哇天哪，这还可以拉队友起来的，天哪！是吧？哦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没有跳那个哎、欸，盖墙的教学，会不会就这样没有学到啊？因为儿童刚刚说望月他没有接触到大那个锤子的变组。那然后呢？要再一次吗？没事啊。他说没了。他是没了吗？没了。哎、欸，你尾刀哎、欸！他杀了我哎、欸！你尾刀哎、欸！赞啦，打赢了！哎、欸，他这个很好笑，他这样可以看到尾刀是谁、欸。
觉醒火炬，哦，就是那个武器有烧烧的。哦哦哦，还是那个来不及救他，我刚刚也想过去救他，他弹那个教学，对他弹那个防御墙的教学了。我本来都已经在他旁边了，对，弹我看到你们两个同时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蹲下，然后同时干，这是什么默契？想用墙把你保护起来。哎，那你没有那个墙的要怎么办？没事啊，再打而已吧，没关系。哎，我的角色好可爱哟，哦！刘海呢？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哦！答案是，既然有主人的中に我しから言えるのとはいえ。この地に淀んで放っておけば、さすれば。哎，这次的脸捏的比试玩版的好看，不错不错。不错不错，还好聪明。龙穴。哎，开通龙穴暗柱长。哎，你也是做一样的任务吗？对啊，跟你一样啊。好。去哪？你玩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他说用猎人之眼找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这边，老弄那边。老弄说可以做猪猪的一套装，哎，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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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那边跳很久了。他应该说姐姐这边啦。此功能只有房主才能使用啊！这样。但是应该你也推得到吧，只是我开了而已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哇，我好美哟，天哪，朱西亚你再帮我解啊。好，光月晚安，光月晚安，猪猪死了就该睡了。啊，全く。他不像崛起的太刀一直可以得挡，会扣。对啊，所以 alone 的意思是你之后还要再摸一次自己的。哦，上面有一个这个。嗯，你是说我的龙穴吗？龙穴，对，要应该是要再开一次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这没关系啦。难怪画面这么顺，会吗 ？PC 的不顺吗？召唤，召唤啥啊？飞，要飞过去吗？还是？这样的不思議な形をしておるな。これで渡るというか。何度見てもすごい。こんなものが一瞬で。又按错了。哦，又是安妮的味道哎。嘿嘿嘿，哎，好好玩哦，我喜欢这种，就是可以做人家的，可以做队友的。改变地点，前往臭之村。好玩 ，PC 评价惨兮兮，好像说优化很差，啊，然后显卡好像说要3080以上才玩的比较顺，然后他说很快会有补丁修一下。2070也玩得很顺。对，我今天是看茶哥发的社群贴文，说是好像是 Reddit 上他们官方回应还是干嘛的，说知道 PC 优化不好，这样这样。臭之村正在等待其他玩家啊，肯定是我，肯定是我。抓鬼最后一个进来的小朋友。好黑好黑，我看很黑。哦，你黑我黑，还是所以黑黑黑，哎，有了，转圈圈了。我超黑，哎，有了有了。哎，那这样你看的也是我吗？你啊。
ここが私たちの暮らす港です。来了神火村。好耶！哇，神火村是新城吧？哎呦！哦，那个那种做那个丸子那什么？艾草。艾草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是越看越像哎。我觉得它还蛮像那个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小妹妹长大。你说红色衣服、紫点小咪咪那个？对对对。克林顿之窗。啊你耶。哎、欸，那是花束的，就是它的尾巴、啊。哇、啊，你看你断尾才会有这个东西。卖钱吗？嗯、哦，你可以养我了。你看公主切是不是很好看？我没有捏公主切，是因为我觉得这刘海不好看。你好强哦，多符咒。啊，这段不会有，不会有版权吧？唱这么久，我 FPS 可以跑到多少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看？因为你有说，其实我的显卡很好。只是我的机体不配拥有它，不配拥有。对，像安妮很好，但我不配，除非我把我自己充实的更完美。没有，你说你显卡和记忆体都，对啊。游戏中显示 FPS， 指定设定游戏中指定。哦，宿舍。这游戏电脑和 PS 一起玩，跨平台 Xbox 也可以。然后嘞，显示哦，右上角。哎，这真的跟《神火村》剧情一样哎！哎呀，天哪！不对，姐妹来了，姐妹来了！哇，安妮，你穿这样子。这是免费能看的吗？哎、欸，我开启了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那所以你要再开一次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干嘛？干嘛？为什么安妮跟我们邮包在那边？住宅很方便，可以白天晚上。嗯。他把你们丢在外面吗？没有啊，分内啊，我跟耳龙在这边，没在一起。是在这哇哇！那、啊、我现在干嘛？讲话。应该是我要带剧情吧。R。今日もみなより仕事を受けて。まったく。お前が二人分も三人分も。地震。你会怕地震吗？不怕。収まったか。激しく揺れたものよ。你会怕会使用地震的蜘蛛吗？地震的蜘蛛？对吧？いつまで経っても鼓動への橋が直せんと聞く。まあ、からくりが使えるお前には関係はなかろうがな。这游戏有中文吗？有，好像有。我之前在 Xbox 上看 ，Xbox 的官网看说是有，但是 PS 的没有写得很清楚。你可以再去 Xbox 的网页上确认一下。我之前也是很怕，因为卡普空的游戏，我之前 PS 上的世界就是和法环都是只有英文，看得超辛苦。哎，我要干嘛？啊！完成和公主的交谈。完了，这个跟星辰据点太像了吧？我迷路个两天呢、欸。那、啊、你是卖东西的对不对？
对，哎呀，完全不能强化我的装备。三星分享。哎，这可以幻化吗？我长得好丑。啊！李允蜜，你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怎么你？我掉到湖里面去了。你不是，不会游泳要讲哎、欸。我想说，哎，至少我没摔死，跳到水上面啊，死了。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。杨过来，你要过来做装备吗？你过来跟他讲。哎，笑死了！天哪，现在 Steam 太大多负评，对他，哎，这好像霍格应该负评也蛮多的吧？这是外观而已吧？就是那个啦，有用啦，你看他变十等了，对不对？啊？装备吗？你这是什么？你有做到吗？做装备还是？锻造护甲还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他话好多。哦，好了，叫我们去拿豪华版的东西。对啊，所以我是说在哪拿？我为什么没有？豪华版还不领额外内容，没有呢？为什么？更换装备？没有啊。嗯。Alone。没有呢。连贴图都没有。我是有贴图啦，只是。贴图怎么用？不是，嗯。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跟我讲说可以用。你说像这个、喔，来てくれたのですね。今日はどんなご用ですか？じっくり欲しい子を探してください。这些贴图吗？啊，可能还要再等。他们说，你说我们的那个、喔，对，豪华版。你为什么还没有做这个头？我材料不够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材料不够。你戴那个头，你的发型就不见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对，它可以隐藏吗？它可以隐藏那个啊，它可以不显示头盔。你没看我不显示头盔啊？我记得我开了呢。你我要怎么？画面？嗯，还是什么？看一下哦、喔。设定。伤害，跨平台游玩，哪里？整体吧，等一下哦。等。阿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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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？抬头显示器是什么？伤害聊天器。我也记得有的呀，在哪里？还是要在外面？这个人讲话吗？对齐。阿浪，救命！我要隐藏我的头。啊！显示哦，有了，找到。哎，那我可以全部都不穿吗？你进去更换装备那边 ，L 蘑菇头压下去。L 蘑菇头。对。L。嗯，左边蘑菇头，呜呼，好美。何でも言ってくださいね。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。啊，哪里？在哪个画面？更换装备啊。你先对更换装备。哦。嗯。哦。然后打开那个画。对，那个 UI 之后，左边蘑菇头压下去。哎，你本来就是对。对啊，是问一下、啊、后面有好看的。全都不穿，
被你想到，不行，他只有头不行，他只有头可以不穿，可恶。好了，好了好了 ，Go Go。哎，耳洞我不用了啊，他怎么没有显示那个？我们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他想看我 FPS。哦。Annie，过来这边，过来我这，过来我这。我不要啊，我不要啊。好吧。我要跟谁讲话？公主啊。公主在哪里？哦，她在那个上面啦，看到吗？叫你右手边上面。公主叫你上来，你不要。我是自由的灵魂。嗯，那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不要去。我就去。我跟你讲，你再往前攻击你就知道了，我就下去殒命了。这里，我刚刚死在这里。那可以推人吗？我看这公主是没有头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她有头吗？有啊，她戴了一个帽子。啊？哦，这么矮哦、喔！你以为那是她脖子哦、喔？你好过分哦、喔！你以为那个是肩膀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奇怪，这公主为什么没有头？我从刚刚，我刚想攻击她，想说这个是 bug 还是衣服衣架？过分。远看超恐怖，不对。没有，你们男生好奇怪、啊。不是今天一个人说就算了，今天是一大堆人都说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们只有两个，那只有你一个觉得怪啊，我们两个觉得很恐怖。没有，你这样看，你这样看，你这样看像不像？你老实讲，你这样看像不像？像对不对？那你在笑什么？是他的帽子太像肩膀了啦。那不是我们的错啊。不愧是我们抬头叫的，对吧？你看他抬头，我们就看他的头了。说拿下来他耳朵，他如果是两个兽耳在两边的话啊，我原谅他。你们自己的猎人没办法吗？啊，我们神火村的猎人。我在习惯。可以了吗？你看，你这样看，你从这边看，你看过去。什么？像不像？像了吧？很像了吧？很过分呢、欸。这女的。我去训练。你的试玩版要没了，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还在试玩版？哦。おっと、ようやくお出ましか。何しろ今日は気持ちのいい。哎呀，身材你很喜欢的。还好。本当か？嗯，有胸肌，有胸肌。有二头肌，有二头肌，有腹肌，有腹肌。你看那个腹肌。好，你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的腹肌竟然在胸部下面呢、欸。对啊，在胃的地方哎、欸。对啊，那边是肋骨哎、欸。好强哦、喔！我准备好了。哎，你说的对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豪华版被试玩版领走，应该不会吧？哎，丢了，去哪里？嗯，打开地图去大地方，哪里？主地图。我们哇，产生导弹金，所以我要。完成去夏木利岛，夏木利岛，夏木利岛这边可以传送吗？
不行哎、欸，哦可以，哎、欸、我可以带走你们吗？可以，我在你的小包包里面。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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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失智了吗？很大瓜！我不要不要不要！不是这种，他不这样喊的吗？很大瓜！啊不不不不不！啊不不不不不！我那魔物真的太大只了，我只能看他的蹄来预判他的攻击。哦，看他的蹄，对，他蹄突然消失不见，我就要马上格挡。哇，好漂亮、哦！入珊瑚台地耶，该捡了，该捡了。哇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好啦，就在这边了，我们在那边定居吧。我们在那边生小猴子吧。他真的，你那个封面那只不就是猴子？嗯，我不知道封面有哪一只，我这边找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一直捡东西耶，太好了吧！完了，雅思一定要东捡西捡一大堆了。哇，可以捡到茄子！哇！还有发现富桑树，天啊！提取线，海龟耶，300,000！哪里哪里哪里有海龟？哎、欸，我可以摸那个，等一下。材料不足，去，小气。哇，肉片，快点快点！哇！捕捉寄居蟹、欸、真的是只有台主不台主房主才能摸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我要自己试下去弄，那下次换我开房就好。哎、欸，他地图上的那些采摘品是共享的吗？还是你采你捡过，我还是可以捡。哦，好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鸡哦，哇，公鸡耶！我们要打的是谁？角飞，角飞是谁啊？感觉就是他了。那是鸡吗？我知道他是谁。螃蟹。等一下，先等你，给你，给你摸一摸，你再出攻略。解锁复营地的方法哦。不用我让你去哪里了，他应该知道怎么走。哇，这草也太绿了吧！天哪、啊，哇！是你们怎么走上去的？攀岩呢？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哦、你会发现你，他这个村的猎人好会跳。喂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你平地跳试试看，他这个游戏的人物跳起来啊，很像在月球还是干嘛？他可以有一个滞空的时间，有点好笑。你试看嘛？我跳不上去哎、欸、哎，带、欸、带人是这样带的吗？可恶，不用走了。嗨。哎、欸，这边，嗯，是这边吗？看刚刚有一条线，哪里啊？它那个线怎么这么短？这边吧，这边、欸，这边啦，这边啦，环境。对啊，刚鹅龙是走那边呢。哎、欸，你跳试试看，你跳试试看。它会有一个往前的动作，你跳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跳起来跟我不一样啊？你跳还要推蘑菇头，
我有推啊。你看我跳起来是，我的手是，嗯？为什么我们跳起来动作不一样？是因为武器不一样吗？好不啊？好不啊？好不啊？哇，好漂亮哦，这里哇！要打那只哦，哦是松鼠。来来来，太阳有点大，松鼠来。你要去哪啦？哎、欸，我比你高哎、欸。我那比较矮啊。九八九八。哎、欸，一关。什么东西可以收集？嘿，踩你的。你光遇的人物是不是也是蛮矮的？哇、嗯哦，我的光遇哦，我光遇长不大呢，我气死！你想长大长不大吗？我想要身高最高的啊，长不大啊！我的角色注定就是最矮的身高。你发现传送，它不是有魔法可以变大变小？对啊，但是我就是抽不到最高的，它就是你的账号里面你只能抽到最矮或最高选择啊！我好死不死就是选到最矮的，很可爱啊！哎、欸，这里耶，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解锁帐篷。嗯，这里是解锁到吗？嗯，有个问号。对，我要怎么？这个问号不能问。不能互动啊！我要建东西，是不是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哦，这鹅肉一直在射我，天哪！这鹅肉要造反，反了？什么反了？我反了？不是这样吗？休息。你怎么按的？对吗？我对吗 ？L 一 A L 一，然后左右方向键，右方向键。可以叫那种特殊机关出来、哦、，OK， 有吧有吧，造反的反了，我走啦，去打松鼠，你让我进一下，吓死，那好了。这地图太大了吧？没有小地图好不方便。哎、欸，哦，它是，你是老鼠吗？你是什么？开始咯，脚飞。它喷水耶！天哪！啊，这是小多了嘛？哎哎哎！哇哦！很凶哎！啊，他怎么可以射人？没礼貌！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！哇，有人有大锤耶！天哪！射中，白痴！真是好灵活、哦、啊！没有拿剑出来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小坏坏，它是那个水妖鸟一样的耶。会不会稍早那个望月说的要打在打毒妖鸟是他吧？水妖鸟的部分是吗？嗯，
哇哇哇哇哇，他一直在喷水。什么东西一直在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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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是欧龙的招式吗？电鱼啊！喂，大锤！不好意思，人家在起飞。有弱点，他要跑了，小笨蛋！咕噜咕噜咕噜，想说两个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猫跟狗？你是说你的洛骚？不是洛骚，你的扶桑不见了？没有出现吗？要去地图找啊！所以那个扶桑不是一直跟着你？哎，对，你看我们好像也没有带扶桑出来耶。笑死！仅有帮助能使用，快点，安妮，用好了，用好了，走吧。其实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传送点啊？不是啊，可是它就是那个可以使用那个啊落藻的那个东西，它不是说可以增加吗？可以收集更多。哦，可以收集更多。对啊。哇！安妮，他安妮说他好像生气了。你有看到你自己讲的吗？我生气了是吧？他啦。啊，空了，可恶！哇哇，变大水球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不可爱，不可爱，不可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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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死要死了！哎，你前面有东西可以摸，你要去摸。哎、啊，真的耶！你是不是想害我？没有，我那么爱你。你害我那么喜欢你，教我的。哦。要空了，气死！哎，那个遗矢空掉真的好气哦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他刚出现一个东西，我按了，结果是咬我，这意思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不见了？对，是我跟你。好了，人呢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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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巴西救我！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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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怎么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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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道。有二。啊！他来了！啊啊啊！哈哈哈！试完时间结束啊！耳漏试完时间结束。摸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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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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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欠你一命，天哪，好极限哦！哇，这游戏好玩的，可以救队友哎！
看又出现那个东西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让我，哎，他这个教学害人呢，我被打到了，什么东西啦？可恶！哎，他来敬他，敬他，敬他！喂！他刚刚想教我什么啊？讨厌呢！哎，阿浪又回来了，你去买是不是？他马上去续续他的四碗饭。晚咖时间到咯哎呀，你这只臭老鼠！哎、欸，打了打了！哇，他在喷水！喂哟！不要叫，你不要叫！我需要耳塞，需要耳塞舞。他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！来，我来摸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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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诶、欸。不是免费可以听的吗？哎呦，水快完了，我去！哎呦喽！所以他是十小时结束被踢出去了，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去哪边？哎呀，好可爱啊！我要去哪边？跟着走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哦，你有直升机了、哦。这是我弄箭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哎、欸，这就等于是可以飞多久？得打了哎、欸，要不要试试看？你飞飞看，哎、欸，后面有一个，为什么你哦？玩过了，玩过了。啊，可是它好像是有耐力耶、欸，它只能向下飞。对啊，欸、怎么是很像马的猪？很像马的猪。哪里？不是，你看负伤这边有一只，你干嘛？我没事，在做蠢事。欢迎晚安。你们在哪里？真的是那个导虫啊，一个洞里面。黑了黑了，哎、欸，有那个艾露吗？呀哈哈！哎呀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怎么这个天说黑就黑呀、啊？不行耶，这个上不去，可恶！不过你还没到，对，我开打喽！我死了就要来救我！这是哪里？好黑，好黑哦！还可以扶队友几次啊？可以无限扶吗？那岂不是很强？但吸力会越快啦。对，还是对我还想说像 PUBG 一样，再倒几次就很快就结束，很快就回家。
走开啦。空，可恶。扣了扣了，好痛哦。哎呀呀呀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哎呦，上去了。那我用什么啊？他到底要我用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大锤！啊！等一下，也不错，可恶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，神奇！哇哇，他好大！哇哇！让他做你是不是？哇哇哇哇哇！你不要过来！欸，让你让你让你，最后一集。哈哈哈！哈，好玩欸，好玩欸，好耶！啊，你没死欸，太好了。哦，我们可以用眩晕竹蜻蜓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提示我们要去捡护符了耶！哎，可以拉队友哎，我喜欢。现在可以召唤眩鱼，哎，这边摸一摸。材料不足，可恶。第一章进行石柱松鼠的狩猎。是让我召唤什么东西、啊？这个，哦，
哇，太有趣了吧！天哪，啊，我现在要带你们回村里，是不是？他不回去也可以。对，他感觉是有点那种比较自由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走吧。啊，好玩呢。其实我刚觉得很开心哎，就是他隔挡后会往后一大格。你是说拉距离还是什么？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啊，那个那啥，霍格华兹，你不是隔挡刀吗？就是盾那个霍星护啊，挡到的时候不是完美挡到吗？嗯，啊，我会往后移超大一格，就等于被击退啦。但是你有挡成功，还是你人嘞？我 loading 怎样？哦，我以为你掉了。这么担心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要殒命了，不要逼我哦。不要殒命。我等一下哦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一言不合就殒命。他在铃兰呢。哎呦！その様子じゃ狩りも順調だったようだが、体の調子はどうだ？并无大碍。哎呀，好美啊！天哪！哇，我的睫毛！哎呀！哎呀，好美啊！そいつは何よりだが、何かあったらすぐに言ってくれよ。カラクリを埋め込まれたあなたの体は、体内自身が思う、かつて獅子狩りたちが生み出した英知の結晶。你为什么强调那两个字？哪两个字？嗯。体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什么副作用吗？肚子会变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獅子狩りの残したからくりだし、狩りを続けるし、狩猎時の刺激。そして三つ目。種は、あなたのそのちっぽけなからくりが壊れれば、ちょっとやそっとで壊れたりすることもないだろうが。知道了、知道了。よろしい。よろしい。実は、私からも一つ頼み。他的角色五官动得好自然哦。对，还不错哈。霍格华兹。嗯，完成铃兰的委托，他说可以做新装备了，也看看。我在哪里？因为接委托。哎呀，迷路了。小型化兽。很多，记得来玩呢。会晕。死了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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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屋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在哪里啊？天哪！哦，就是自由任务啦。哦，我可以传送吗？哈哈。破裂狮子化兽，摧毁一只化兽的任务。哦，在未殒命的情况下击杀一名化兽，不可能。有我在，不可能。可以接几个？五个。强大手臂，也难。猎人之臂，这是自己吧？不是？哎、欸，干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又被我拉进去剧情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变小了？哎、欸，他怎么变大了？仕事に必要な素材が足りなくて困ってるんだと。不要啊，有。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了。
你说收集好之后吗？对，这个东西是我的。他说我是外人呢，可恶。当然啦、啊，对，对他来讲，他也是外人。せっかく手伝ってくれるって言ってるんだ。あ、你是我的内容。必要な素材の書き付けを見せてくれたろ。吃？又在吃？吃？哎，聊都聊不动了，不好玩。哎，他要什么？哎，我已经有了耶。小型化兽皮哦，小型化兽皮。耳聋与命。哎呀，耳聋，不要想不开啊。啊，还是殒命比较快，快达到地方。云南小屋，刚刚那个小朋友在哪里？殒命呢、啊？喂，你，刚刚小朋友殒命了。殒命，哎、欸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锻造屋旁边。什么什么太郎？哎、欸，你传送走了？不玩不玩嘞，要等你。要等人嘞，小朋友来。给你画作视频，啊！被带走了啊！我在做了，我在做了。很幸运是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不能交货吗？你看看你的视频。委托啊。我还没制作哎、欸。我不能做啊。有没有豪华版？没有。嗯。所以大家都没解锁豪华版的东西吗？我还没有啊，我光是连装备都没有啊。小金矿。他这里有一个。啊，交出。哎、欸。又嘎达，给酬劳，又被带走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你完成我算我有没有算有啊？肯定不算吧？我交、哦、我交皮出去，你看，嗯，获得木材。你小心，因为那这样子你主线下一个如果要打的话，我会有同步到吗？没事没事没事啊，反正这支线可能不一样。没事啦。你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我什么都不行哎。有啦，我有个手甲。可是它最下面有没有看到有个中道还是什么？他说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你看装备有时那个图案。嗯、你看，我看到，对，有个很像红色的武士铠甲，你的中道要到那个红色的地方，这个装备才会启用，到死，防御到死，懂吗？啊，你没有到，它就到九而已、啊。然后你看一下那个有个婆娑罗那个，要在最左边才会到防御死，不然就只能到婆娑罗。对啊，中间一点，就是你现在刚刚穿的那套。所有的都是在中道。嗯。什么人道改造和兽道改造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懂什么是人道改造和兽道改造？是要变人还是变兽吗？既然现在还在开台，好玩呢。平常心。哦。技能差异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强化我的弓哎、欸，可是。你觉得什么就打，没关系。对，他就不行、啊。耳聋还在，赶快利用。利用。对。七十七猛攻，然后闪躲。笨。
墙壁。我是不是不能乱强化？会不会变得很奇怪？他可以再做吗？不知道。一直有一个女人在唱歌。哎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怎么没有提示了？可以啦，他可以再做武器。你是说弓箭可以有两把，对不对？嗯。有的技能可以混搭，瑞哥，你不是还没有开始玩？为什么你都知道？为什么？看攻略啊，看你以外的主播攻略。哈，我就知道。欸、你看我变得大葱了，我拿到大葱了，我的肩膀。啊，真的耶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我升上去了。哦，好绿哦、喔！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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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绿哦、喔！斩鸟。啊，先做装。你是说不打主线先农老鼠之类的是吗？我觉得是啦、啊、不然打得也哀哀叫的，我现在再被打也很痛哎、欸。所以我现在是要退下去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可是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吗？就找防御高的做啊。野猪的是比较好的，是不是？野猪加十以上，对啊。手脚灵活，什么是手脚灵活？最后一集看不到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还可以往这边走。やっぱり完成了灵南委托。我们要做庄吗？都可以啊。那就打猪。好啊。所以我现在要退回去吗？还是可以退啊？放弃强化，已使用的材料将会前返，将会返回，但是要用黄金，这游戏要赚钱是不是？购物。退回。何龙怎样？我漂亮吗？何龙。是否不要再次成更多的技能？怎么嘛？直接做一把新的，这边做吗？放弃强化，嗯啊，懂了，哈哈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只有男生懂男生啊，女生捏这个东西，哎，真的是哦。什么？你捏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捏我们男生喜欢的型。嗯、你强化了吗？你强化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材料。那走啊，走吧。啾啾啾！我先用我刚才那一把弓，左边，左边。诶、欸，怎么接任务啊？还是就直接走啊？直接走，哦、直接冲去打吗？没有吧，接会比较好吧，然后还会回来。看一下哦、喔，不是可以立刻出发哎、欸？哎、欸，可以，不是那是出去吧？我可以带走你们吗？试试看。哦，可以耶、欸！野猪咆哮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好哎、欸！对对对对对，接任务接任务。接接接。哎、欸，王月怎么还没睡？得不得啊？那么好玩的游戏。可惜耶、欸，只能三个人。他好像是说，觉得那些机关再多人会放的乱七八糟，就变太容易了吧？嗯、对，他可能满地都是锤子。野猪的咆哮，你看一下我们。哎、欸，真的跟、嗯、真的跟那个恐鬼症一样哎、欸，你都是最后一个进来的耶。我就说我的 SSD 怪怪的啊，对不对？买了 SSD， 结果好像不是装在西槽。你是起床了？天哪！你是我，我今天才睡两小时哎、欸。这是猪吗？猪？怎么猪睡两小时那么可怜？
我们就狩猎到这里，好吧？人家是说我们到这里狩猎，我们就这样狩猎到这里，好吧？哎，繁星的眼睛真的是……哎，他那些龙脉点之后是可以传送的吗？我真的每次跑到我脚都要断了。应该只有营地才行啊，龙脉点就是增加那个啊，就说的获得那个的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走回来了？白痴哦、喔！天哪！我想说你在等我，结果你迷路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只睡了一个小时还要上班，天哪！你这样行不行？绝对有问题。哦，所以没有放那个基地台，就不会显示在哪里。哎、欸，好像是。哇！无法携带更多物品啊！啊哦、有仓库是不是？一定不行。在哪里啊？这个吧。哦，是这里哦，白痴！那我定位的那只是什么？我要怎么？哎，难过，我也太远了吧？我可以 TP 吗？对，那只问号的是什么？还有290米，我来了。这里可以喝水，喝不到。PC 帧数问题，正式版有改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 PC。我玩起来是没有什么比较卡啦，不然就是我习惯了。带我走，带我走，带我走！我到了。你先打、啊。你确定哦？嗯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吓死！哇，我跟在我到后面吃他的尾流，哎，天哪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狩猎开始。哎呦，那是白痴蜥！哎，真的，我不能锁定它嘞，就是瞬间瞧视角，真的到底怎样？气死！打空了。这也算哦？你说他的判定范围吗？嗯、不行哎、欸！啊！喵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可以成为好友的爱鹿吗？什么东西成为好友？刚刚？嗯？伤？负伤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富商在这，又不见了。因为你拿武器就不行了，你要收武器。哦，收到哈，小心哦，哦，他跌倒。还有一个弱点了，
叫叫叫，陆可晚安，陆可晚安。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不在我这啊，陆可晚安。哎、欸，不用磨刀、欸，太好了，没事。那只扶桑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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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耶！呀哈哈！完成，取得15份工作材料。哎、欸，他有箱子之类的东西吗？不然刚跟我讲说我包包满。你是说采到的那些什么矿石之类的是不是？吃的啊，还是什么？对啊。对。捏满了吗？对。哇，这猎人也太能跳了吧！我天哪。嗯，干嘛了？我在看你在干嘛。因为我要打这个啊。耳洞说可以，他说等等教我们。哦，好。我该不会说这个太能跳了吧？这个、哦。你是说人？踏板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猎人他会，就是他跳得很灵活。对，好会跳。耶、yeah, ，蹭，爽啦！好爽哦，可以蹭队友的。我怎么哦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就莫名其妙都会被好像指甲打到我。哎呦，白痴蜥！哇，我痛啊痛啊痛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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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呼呼屁啦！可恶！啊！什么东西打我？蜥蜴啦！可恶！哎，蜥蜴，你够了！那个蜥蜴在追我，气死！你啊！好了，好，帮我打一下后面那只蜥蜴，我要被它气死！啊，天哪！好，蜥蜴死。这密勒顿在搞啊，真的是！跑了，他跑了！哦，飞！我在玩电锯，好好玩。电锯？对啊，因为这个开红刃之后，就是攻击会有像电锯一样。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捕捉负伤，哎、欸，不是，靠，要刮你了。为什么耳朵可以追那么快？然后 PC。因为看那么多，用一个人像跳台的。那
只猪还在动吗？还是对，还在跑啊，我们两个在追啊。他在哪里？你按那个 L2， 你看导虫往哪导？哎、欸，笑死！天哪！我来了！哎呀，我卡在竹林里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喂，凶哎！会哦。好，看到你一直在砍他的那个地方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猪鼻孔。你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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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是我。他好像没的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是可以让的吗？还是他已经判定了是你？可以让，我在找你的位置，你射的时候可以撑伞，哎、欸，气哦！阳光护符我不要啦，走开啦！谁要阳光护符啊？野猪的咆哮，很适合我跟。对不起，我不要，我送给你。打开交易系统，快！我觉得你比较需要。装备护符，释放其力量，什么东西？嗯，不要晒太阳哈。转圈圈。好了，娇娇，娇娇怎么收纳？为什么这一颗富商球这么黑呀、啊？啊？往下拉啊，兔往下拉，呜、嗯、哎、欸，然后嘞，还、欸、会强化负伤哎，这样 R2 往下拉，管理房间 R2 有什么攻击、嗯？哦，你先开地图，你先开地图哦。哦，我们选的那个姿势就是在这个页面。哦啊，然后嘞，往 R 往下啦，之后嘞，之后嘞，他会记录我们拿到过的小生物，有个宝箱，这个，嗯，有个地图的隔壁。哦，哎、
地图的隔壁，你是说洛烧哦？石材箱、欸、啊？在哪？你看到洛烧那个页面吗？那个树状图。嗯。所以是要做一颗出来哦？吗？哦。用来存放食物的箱子，所以它只是食物、喔。回去中间，怎样？不搞。火炬下面，怎样？火炬下面，对，看到吗？食材箱，你有吗？哦，哪个地图吗？对你 R2。R2，嗯，哦，火炬下面哦，这个意思哦。对对对对对，要做一个落烧出来。哦、那所以要放哪里啊？这个东西，按住觉醒，呼呼，觉醒了。嗯，然后白，嘿、欸、嘿，所以自己是自己的。这么好笑，像自己的小冰箱一样。你是不是开不了我的？武器营地随便放。哦，还可以放什么？所以每一个都要觉醒才行。嗯，受难的。嗯，我们的那个坐伤还可以，不是坐伤，我们的那个平台好像还可以变耐久哎、欸，所以我在看强化，被他撞碎，看强化负伤，它可以有攻击跟防御。在哪里？这里萤火啊，你找你的萤火，然后坐下去，喏，强化路，附上，编织它可以，可以有贴有样子吗？哦，我可以决定下一只，哎，看一下哦，好像我们坐在这里取暖，嗯。能我需要新石打什么？嗯，都打、啊、打什么？来再打一只猪可以啊，因为我要去挖矿，挖矿。对我也是缺那种什么新石。对对对对对，小金矿啊什么的。就路过打好了。哎，那这个石材，这个石材我们那用完了怎么办、啊？就是这次任务结束了，我们关游戏了，然后嘞。玩游戏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就是我在这边建了一个小冰箱嘛，对不对？嗯、那如果我们游戏结束了，下次再开游戏，这个小冰箱还在这里吗？对啊，就是照你的啊。哦，一定是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要记得吃猫饭哎、欸，每次都不记得吃。怎么吃？这样吃？上不是进去后才吃吗？左方向键吗？我已经吃了。这是什么类型游戏？魔物狩猎。有屁啊！学你。啊！三锤。然后打小魔物哎、欸，叫他山川锤啦，不是还要打小魔物的东西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
我是说人家叫山川锤，不叫川山锤。哎，算了，你永远都念不对人家的名字。尼安，讨厌，讨厌厌。哎呀，我的弓箭变得好黑一把，又黑又长。是吃食物还是猫饭？是吃食物啦，但应该是猫饭的效果吧？它在哪里？没有，我们在播小，你要不要顺便播？我们现在需要，我可以播你的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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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播我的什么题吗？好，你可能要翻一下。红肉都是肉。芝麻，芝麻。早安。在哪里？那只猪。哎，所以是没有找到它，是吗？嗯。太远了。完成取得15份食材的工作，好耶！哎，他找到了，这里哦。为什么你一直标这个点？这个点是吗？还是那个是樱花一样的那个地方？要采矿，采矿，我们要的矿。哎，不是这个啊，这是你要的矿啊，星矢。哪里哪里哪里？好，看到看到看到。那我要的是什么金？紫金矿还是粉金矿？耶！臭蜥蜴，臭蜥蜴，臭蜥蜴！它是猪嘞！剥它，剥它！臭蜥蜴！哎，那如果我们在一个地图不出去，地图上没有被破坏的洛骚，岂不是就一直在？对不对？那不就很爽吗？可以捉小松鼠哎！不要跑！左挡，夜眉松鼠。老罗，你知道路吗？看到了。哦，哪里？你说看到了吗？对不起。我们过来咯。嗯，我在你后面啊。哎，他点火了，我来蹭一下火。哦吼，好耶，可以蹭火。你冲锋啊！你冲锋，你就会跌倒。挡了，可恶！我燕燕，有一个弱点。啊靠你们！他在跑题，啊！吓死吓死吓死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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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迷之视角哎，天哪！啊！天哪！
溜了溜了溜了，了不起了不起，臭猪！你在看我？为什么没有打到？是我是我是我！哎呀，怎么救我喽？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猪猪，哎，鹅龙去救鹅龙太猛了吧！鹅龙不要、啊、不要。不值得啊，不至于啊，鹅龙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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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阿水，哇，还在发疯哎、欸！天啊，嘿，我跑。哇，繁星繁星，他生气了，我也生气了，明跑到了啊，很气耶。他们好像有人有讲说，觉得他判这游戏判定其实怪怪。对，你的内奸是说太弱了哎、欸？嗯，什么？你说他跑的时候太弱了？啊，是的，真的耶，好凶哦！很会跳哎、欸。去哪？哎呀，我被竹蜻蜓卡住了！哎呀，我被笑死！我的竹蜻蜓，哎，出来了！固定的几个点啊，还要跑来这边，不要卡在这里。他的竹林到底？哇哇哇！好晃，好晃，好抖，好抖。最后都中了呢、欸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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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不要！电锯啊！锯死你！锯死你！
要怕、啊，先拿跛脚了。太弱了，太弱了！哇，死了！你对他做了什么？绿他。看看看，你看我这招，哎、欸，回来。哈，嗯。看对不对？啊、电锯。啊！你就把伞丢出去哦。对啊，他就是说一直转。哇，好酷啊！天哪！只要红，要黄色以上才会有啦。你之后教教我怎么用伞。好啊，你要来这边，我负伤。我不需要哎、欸，我不太放。嗯，它不是自动吗？你说什么？负伤啊。哦，负伤哦，啊，我以为你说落伤，白痴。啊，所以我们是，嗯，我说我自己白痴，所以他是每个任务要出去叫一只回来吗？就可能是要外面找啊。嗯。他又回到樱花古树广场，这里根本就是他家。这个我摸了，这个摸了，还要再摸一次吗？扩大。嗯。哦，这个是没摸的，白痴。紫色是没摸。吓死，差点摔死。殒命。天哪！啊，他还在跑哎、欸！怎么这么能跑？阿林获得职位。猪，好爽没？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快不行了。我们快不行了，很喘，很喘。我总觉得鹅龙真的跑好快。我也觉得，他是不是有什么？他是一直用这个踏板吗？还是他的技能有什么？我也有啊。阿洛，为什么你可以跑那么快？你是我们技能吗？啊！怎么又跑到这边啊？家门口吗？哎呀哎呀！我不喜欢一直追怪、欸。我也是啊。很累。而且很费摇杆哦！啊，要死！哎呀！他生气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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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哇哇哇！把他撞烂了，他跌倒了。这是谁搭了一坨什么东西？请问？
们的那个被他用烂了，可恶。没了，聚的好开心啊！耶、yeah, ，抢到了！嗯，修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好雾哦！哎、欸，把它修好了。哎、欸，它又倒了。嗯，修好了。哇，在讲什么屁话？攻击护符。玄奥。这对路痴不友善游戏，不是这款，它没有小地图。啊、你来这，哎、啊，你来这，快点，有尸体会过。来了，看到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是肉伤？我是结晶哎、欸。有什么？可以收割小米。啊，捡不到了。稳定十分钟，我可以爬上去收集水晶啊？是不是也是 R1 加 X 是爬？好像之前出现过教学话。边跑边滑，你是说用滑铲吗？有些地方可以边跑边滑，滑怎么滑？哎、R1 加圈圈滑铲哦，怎么有加、哦？哦，可以继承了、嗯。你是做装备还是衣服啊？武器。装备衣服不是一样吗？猴子好痛。不是，汪月，你不是要准备上班了吗？你怎么跑去打猴子？汪月，哎呀，下班是6:30的事。累了是不是？想吃东西。你要看到几点？嗯，看到你棺材啊。看我棺材，就差不多了。好像要有一些护符要去拿，我们刚刚打到的有一些新手护符可以。对呢，要去哪？嗯，欸、有哎、欸，我拿到猎人护符。营地要开耶？你是说副营地吗？所以是有副营地这个东西的。有啊，刚刚我们是开了一个吗？另一张图对不对？那个什么，在那个岛上是不是？哇，这地图有多大啊！哇，等一下，哇，この地を目指せ。这才只是第一章。20只魔物呢？20只化兽。它的时间是60分钟。一只魔物。这张图的营地要开，那我们把这张图的营地开了就结束吧。好啊，耳龙在哪？走太快了，回来。你标个点嘛，耳龙，你标个点那边就是啊。哦，好。大宝源，大宝源，吓死我！
藤蔓可以被火燃烧。哎呦！啊、哦，你是玩房主的地图是吗？那所以如果你开了，假如说我没开副营地，然后而弄开了，那他还用得到吗？还是也用不到？哈哈。嗯，好。哪里？这里哦，快到了吗？久嘞。哎，不是，你定位的是这只怪吗？请问。啊！啊，让我走慢一点，姐姐跟不上。你们怎么走的啦？对不对？走超快，我跟不上。不是，你们都喜欢爬，啊，我爬不上。我看你的名字，哎，你在哪里？可以看到。我是走的那个怪那边，你可以先定位一下。哎，是怪不见了。已经跟到了吗？嗯，猪嘛，把猪引过去。哎呀，哎，我为什么做不了？哦，一定要启动吗？哎呀，哎，发射哪边？这边吗？哎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！哎呀，有兔兔，繁星快来！这里吗？这里哦。哎，所以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在这边建一个我的帐篷吗？还是……哎，怎么这么快？你刚才不是还很远？死命的跑哦！死命的跑！啊！我要建一个自己的。哎，你靠近这边有个写说什么建造井啊？有没有？你已经建啦，你建出来了耶。不是你啊，你也要建吧？不用哎。喂，好。嗯，可以喝你的水。好。有呼吸管哦。可是这个营地很高哎、欸，有什么用啊？哦，打上面的吗？好吧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合龙放的。哇，一木蟹！哎呀，啥时候我手把没电？哇！哦，还可以。上升和下降，哇！嗯、好白痴，天哪！好玩呢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捡到这么多东西啦？还是我们要现在自己开始自己觉醒啊？都不能靠他们的吗？对啊，你看，就是我们刚才开食物的那个地方，它好像都是自己觉醒。我是不是要觉醒这个大锤？然后现在觉醒不了，啊，已觉醒，嗯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乘风起飞，觉醒，哦，我也有了，储水，大锤，大锤在哪？大锤在左侧，嗯，看看呢，最，没有，在左下面，脏，下面，啊，就是那个，你看到那个怪吗？你最左侧没有，下面中间部分，你有一只化兽的， oh. 所以就是刚才那只啊，那只喷水的，
所以我们真的要打两次，要换房主。就是刚才我们打那只喷水的老鼠的时候，它中间有一只，它提示了我一次，我没按到啊。但后来又提示了我一次，就学到大锤。哦，对，所以，可是那这样我算学到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已经觉醒了耶。在狩猎特定话说难过灵感啊，懂了。哦，对，就是要自交，就是要换房主再打一次。也不用啊，因为我有看过他一次哎。可是你没有觉醒啊，我已经觉醒了。我可能失败了、啊，不是按一次而已。哦，要按 L 1之后按完，他好像要按圈圈还是按正方形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也是第一次失败哦，所以哦懂了，所以不一定是房主，但是你要在觉醒的时候有按的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之后也要打素材。对啊，对，没事，休息吧。他说你爆了，可是你是说那个吗？实况爆了？好、啊，我什么爆了？何龙说你爆了，公布吧。哈，啊，哈。哇哇哇！你伸懒腰哎，哇！你的这把伞没有红的时候有点丑哎。你最开始那一把和风的比较好看。所以他在装备那里啊，还是我们这边也要搭一个？箱子吗？那个锻造台出来，看一下哦、喔。锻造台这个，摆那边。你等下摆要自杀？都你自己能用的啊？啊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不能用。哦，就是他那个。哦，这是护符的位置哦。谁跟我说可以带两把武器？什么是挑衅啊？听起来不怎么好。我可以，等一下。我可以啦，白痴哦。我刚拿武器啦。啊。带阳光，我才不要啊！哦，那我要去打花束。不是这个挑衅，是不是就是阳光啊？它可以装五个哦。可是我不想要阳光。点技能详情。对呀、啊，挑衅就是阳光啊！我不要，移除。哼，对啊，你看，如果我加起来，如果我装上去的话，我现在技能详情，我的阳光是16%，才不要。我不要，等一下，那这把蛮好看，为了你改了，看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直按到，怎么一直按到啦？等一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对，这把好看，要打花束，你刚刚那把好绿。哦，这是老鼠的。嗯，我看你，我这个黑黑绿绿的都是野猪的，好丑哦。我刚也是啊，哎，哎，好啦，收收，赶快收收。那风扇好吵，好吵。对啊，我刚刚想讲，不想说算了，应该建在高地的营地是蛮方便的。嗯，我刚刚只想说它好吵。各自说吧。嗯，好，辛苦了。真的。好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
好啦，这个就是最近会一直玩这个啦，因为毕竟是刚上市啊。等下去看一下连技还是什么东西怎么打。哎，他判定真的怪怪的，哎，他挡到了，可是还是受伤哦，气死！不过雨伞还是很好玩啦，对啊，弓箭真的比较安全一点点啊。好啦，谢耳弄啦。好啦，那我这边直接关咯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